新郎到！拿着。前面有台阶，小心。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要是摔跟头，多给我们家丢人。放马鞍，福禄平安，和善，和和美美。跟着我。一拜天地，天地为界，喜结良缘，拜。停在枝头，装饰你的笑容。我还想见二拜高堂，看雪与梅两白头，两姓永好。子孙满堂，拜。时间是转不过，谁都敢负伤我。三拜，夫妻对拜，听君说，琴瑟和鸣，携手百年。你又是唱哪出啊？你十篇书背完了吗？夫人为何不叫我郎君了？是还在生我气？以前是我的不是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不用了，你有这份心就行了。那怎么行了？这礼必须要赔的，我还欠夫人一次何敬酒。还有一次东方花烛。真不用了。怎么不用啊？你不情愿。你不是整日把那些迂腐之词挂在嘴上吗？说为人丈夫应该如何如何，为人妻子该如何如何。这洞房花烛应该是夫妻之间应尽的义务，你怎么现在就，你怎么不情愿了你？因为你不喜欢我，因为不喜欢所以不甘愿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现在知道被人逼着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感觉了吗？我……不光我难受，难道你不难受吗？难道你想这一辈子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别人身上？难道你没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？难道你不觉得无聊吗？你……可我只是个女子。女子又来了，你又要说女子这一生本身就应该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就不该有自己的事情，不该为自己而活，这都是胡扯。什么男子女子，大家都是人，是人，
就该有自己的乐趣，就该有不被旁人左右的志向。你看我啊，我从小学武功夫不错，迟早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家，去行走江湖，行侠仗义，锄强扶弱。那里有你呢，你的志向是什么呀？我难道就是嫁人，就是逼迫自己丈夫好好学习，然后当个诰命夫人？我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不讲信用，我顾九思反正一言九鼎，书呢我是会好好替你读。哎，你想当诰命夫人，我也会努力。我不想和离的时候还欠你些什么，但我也不想被别人逼迫。我呢，就是太累了，想休息。